所有的料就是全得移。没移了。往这边移。往移了。你在料碗里面移的话，你我这上面那两层不移了吗？你这样的话，应该这里有点不一样。架子如果是偏的啊，打片的话不稳定，放完料以后的话都是还是容易。这都是因为料偏造成的，其他都是对的。正常的话其实就这样，这个到这儿，这个料的话大约就这个宽度，缝隙有或者机上边都很小，就这两个边。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。对，您就这么讲就完了，就能看得挺直观的。视频您这儿示意一下就行。是啊，行，您再看看那一层，这一下这是两层。好，您说这个，这个的宽度到这个的宽度，
啊，完了我就跟着您一块挪这个。然后呢，我比一下，对这个，嗯，比这好看。刚才你这尺子不大。嗯，大约的话是十个吧。嗯，十一、十二的样子。然后到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个三十九，三十九呢，我就一大约要一到二十九。一十毫米就行了。然后移过来就行。然后呢，移了以后呢，这个也要跟着移。这边的，像这边就可以了，这边还有一点缝就不调了。嗯，那七十多万。差不多的。